天才乘客遭遇熟悉的味道，铁杆粉丝妈妈看了你们节目，看了好几遍了啊！惊喜计划屡被识破，要如何补救？台上，母子首度同台飙演技，飞起来了。台后，上演烧脑戏中戏，反过来算计我现在。层层惊喜能否酿造成功？本周日22点，浙江卫视《熟悉的味道》第三季温暖呈现。本节目由亿万家庭熟悉和信赖的味道海天独家冠名播出。